爸爸的手机。爸爸在工作，可可来了。爸爸，我要玩你的手机。爸爸的手机在哪里呢？他看看爸爸的后背，没有。他又把手伸到爸爸的口袋里。哈哈，爸爸的手机在这里。爸爸做完工作，一看手机不见了。问，可可，你拿爸爸的手机了吗？快还给爸爸。可可没说话。爸爸一看，他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点着手机，咔咔咔。可可，你在干什么？可可在爸爸手机上留下了这么多东西。可可用爸爸的手机做了什么？爸爸的手机。爸爸在工作，可可来了。爸爸，我要玩你的手机。爸爸的手机在哪里呢？他看看爸爸的后背，没有。他又把手伸到爸爸的口袋里，哈哈，爸爸的手机在这里。爸爸做完工作，一看手机不见了，问，可可，你拿爸爸的手机了吗？快还给爸爸。可可没说话。爸爸一看，他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点着手机，咔咔咔。可可，你在干什么？可可在爸爸手机上留下了这么多东西。可可用爸爸的手机做了什么？